来吧。青铜直接没了哎、欸！哎呦，还有，还没追到。两段然后画面被挡住，来自打棒球，来自妈的，看这傻小好玩哦！打死了，各位观众，哦啦哦啦 ，KO！ 哎 ，KO！ 谢谢各位。用水煮大刀啊，不要啊！我们是逆天呐、啊，我们是逆天大刀。差点被百姓打脸，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等一下，这独角兽。查明虞姬乃战乱之祸首后。我便决心讨之。这妖道四处散布丹药，驱使妖魔，此行或将有去无回。我不能连累抚养我的天柱派，以及哇，吕布变好人了。我唯一的亲人潜入京师后，我佯装忠诚。哇，这故事写的还不错哎。左右。吕布马上洗白，隐藏真心，伺机打探虞姬的动向。哇，吕布洗白，吕布洗白。
蓝条蟒，虽设法将丹药转移至眉目，避免其落入诸侯手中，却始终无法确定虞姬去向。我心生焦虑，决定赌上一把。可以在吕布的阵脚。我若夺走丹药，却不加以使用，虞姬应该就会现身。此计果真奏效，却因我不敌虞姬而功亏一篑。你武艺既高于我，定可担负讨伐虞姬之大任，根绝邪气之使命，就托付于你了。兄长，看吕布马上洗白了，真的。红锦，他的故事写得很好，超感人的。吕将军他为了不牵连小姐，费尽苦心，假装坏父亲一切，孤身奋战之际。哇，张辽也在补一刀，太帅了。筑城不是曹操吧？兄长和翼德也下落不明。关将军，嗯，若将军未有打算，曹操是曹阿瞒，不如先暂居曹公营中如何？哎，即便寻找刘将军要紧，干，不会吧？也需要先击退眼前的敌军。过关斩六将。嗯。将。哦，司空是曹操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玄将军的将息竟然陨落了！想不到我居然连曹操的字都不知道。另有三颗星宿出现，这究竟曹操是何意？这曹司空吗？曹操字是什么？是阿瞒，对啊。哦，官职哦。